不听什么呢？听你看看陈词，他们还没走呢。不踏实吧？想在我这里多坐一会儿。我怎么觉得你跟我妈可没像啊？就像幼儿园老师带着一帮小破孩。差不多这个意思吧。<笑>啊，对，明天跟你说个事儿。为什么明天啊？今天说不行吗？都说了是明天。 那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呀？你告诉我又不跟我说，我今天晚上根本都睡不着觉了。哪里跑？告诉我！哎呀，干嘛？再不老实，现在就把你就地正法。<笑> 老大，你好像在梦里遇见你。没事，你们继续吧。我就说没有那么快吧，你们催什么催？一天天的。有的注意，我不想清醒。做好准备，深深呼吸，想要陪你爬到山顶，陪你看最美的夜景。 乖点，今天晚上先专心的准备比赛，别想东想西的。那你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吧？在你眼里，我就这么脆弱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之前出国参加 ACM 编程大赛，头天晚上也是兴奋的根本睡不着觉，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我十分的理解。这样吧，我和乌娜电脑过来陪你，好不好？等我。 定的极限的闹钟啊，这么早？7点。下午的比赛定那么早干嘛？再睡会儿。我不睡了。 我才没有，真没有呢。其实心里美着了吧，又占我便宜。才不是！我昨天睡着了，你为什么不叫醒我？我叫了呀，可是你死活抱着我的腰，就是不撒手。我？啊！你骗人！肯定不叫了，韩少年，你为什么不叫我啊？为什么不叫我？为什么？ 着什么急呀？我是你的，迟早都是。除了你，谁都不行。佟年，说什么？
说，只有你敢叫醒我，除了你之外，谁敢呀？那以后我不受奴隶了。再睡会儿。韩商言，别说话。困。昨晚三点钟睡的。别动，躺着挺舒服的。以后我们两个住在一起，闹钟只许我来定，你不许定。老大，这难得嫁出去了，饿不死鼠了。领队，叫一下。我不敢，你们去吧。队长，你叫一下。还有一分钟，不急。一分钟还不急？来了。看我干嘛呀？我迟到了。没有，非常准时。没想到，第一次看你把 KK 战服送给女生，好像除了赵阿姨和苏成以外，女朋友还是第一个。嫂穿起来就证明是我们的一份子了，这不就是向全世界招考大嫂是老大的吗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大嫂来把食指伸出来，我把我们特有的加油方式教给你。吓我一跳。大嫂会了吗？那我们正式再来一遍啊。